我慢慢的出逃，我觉得我好像一个勇士，在心中对抗魔王。万花谷护法纪云河，我可是最强的御灵师。 听说鲛人生性固执难驯，宁死不屈，这世间从来没有被驯服过的鲛人。现在能救他的只有你。鲛人断尾，如同背叛鲛族，再也不能入海了。你难道就不想回家了吗？我想，但我更不想你死。 万一我不值得你的心，鲛人只听这里的声音。如果有来生，别太单纯。 经历过此崖城，住。